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不是阴天下雨，不到下午5点钟之后不要开灯，开着饮水机。你们要是不喝的话，可以关掉吗？开着又浪费电，还不健康。哎，跟你们说话呢。你们知道这个月电费比上个月多多少吗？5.38块。看看，又来了。用得着那么大惊小怪吗？又不说一次了。哎呦，这么晴好的天气，忽然间听到这样一句话，心情都不美丽了呢，真是的。我也是有难言之隐嘛。这个月公司财政有那么一丢丢小紧张，只能发出4个人工资，剩下1个人代驾修薪。老板，我只听过带薪休假，这代驾修薪又是个什么鬼啊？就是说这个月工资不发，将来用1个月假期作为补偿。当然是公司工作不忙的时候。真不好吧，毕竟大家要不是因为你，你俩缘分破坏不好使，我能这样？那你扣我工资？扣你工资？你爸妈把你生活费都给咔，下个月还能开张吗？我这不是……哎呀，老板，我知道你最好了，你怎么舍得扣我工资的，对吧？嗯，李思思，那个，各位，那个，经公司董事会决定，我景墨还有白盼望属于合伙人，权力相当，所以只能牺牲2位之中其中1位。我和思思，这不公平，要是牺牲的话也应该是你。反对无效。你们三个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叛徒。哟，哎，没看出来呀，我一直以为你的智商和你的胸围是成反比的，今天看来这个比例还蛮协调的嘛。哼，那是你不懂，姐就像那本深奥的书，你是看不懂的。书？什么书？盼盼，你醒了？哎呦，睡得累不累呀？这衣服都皱了，真是个死耗子，分得挺轻重吧？你这个笨女人。像金品这种人渣，你以为你们两个反抗他就会妥协吗？想得美呢，真是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我之间终有一战？说吧，是抓阄还是选举呀？抓阄太不科学了。明天我们3位当评委，举手表决。其实评委，你可以睡觉。二桃杀三士，不过如此而已。是啊，老板。哟，这么巧啊。来喝的啊？喝的。我请你喝奶茶。你请我喝奶茶？老板，你的表情看上去我好像很抠门似的。哦，那倒也不是，这件也太廉价了吧。也可以啊。哎，这是最好喝的呢，我看看啊。这两个不错。谢谢啊。啊，不客气。哎，老板。嗯。我的工资。啊，放心。谢谢老板啊。景墨姐，还没下班啊？嗯，就快好了。景墨姐，你老这样加班，你气色都不好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嗯。哎，要不你别加班了，我请你吃饭吧。我最近发现了一家新开的餐厅，很不错的。好啊。
哎，你这是会选啊，思思，我可是很有原则的啊。去哪里吃啊？我肚子好饿。看，我最近发现的这家餐厅98一位呢。锦墨姐，你这次一定要帮我。你想想啊，一大老爷们儿的，凑不凑也就过了。可是我要是没钱的话，看我一个无花似玉的大姑娘，女人很苦的，你懂的啊。我觉得做女人挺容易的呀。锦墨姐，我要是没钱了，最无聊的可是你呀。你想想，我没钱了，谁陪你写拼？我没钱了，谁给你做美容？谁给你做指甲呀？有道理啊，所以你一定会帮我的。那必须的呀。谢谢。哎，你等我一下。你干嘛去啊？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出门从来没有自己付过钱？那边有个帅哥，已经看我很久了。你待会儿再看。要一份牛排，谢谢。哎，汤旺，我今天早餐多买了一份，请你吃。你是想贿赂我？哎呀，我怎么可能贿赂你？我贿赂正好没吃早饭 ，Thank you。要不我再去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碰过了。如果你想把我碰过的咖啡给他喝的话，哎呦，想想还有点小激动。想，想得美吧你，我自己喝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买保险了吗？什么保险啊？你连保险都没买，就敢喝我喝过的咖啡？我是应该说你勇气可嘉呢，还是敢说你 too young too simple 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跟你这种脑袋长在脚底板上的人说话真的很费脑细胞啊。我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哎，你们慢慢聊啊。你帮帮我吧，思思，不是我不想帮你。哎呀，盼望，你要是这么绝情的话，我就到走廊里说你跟耗子有龙阳之癖，你知道结果的吧？思思，你罢了，我知道了。真的？知道了。谢谢。好吧，你有什么要狡辩的？辩解，这个词你用的不对。我没有犯错，为什么要辩解？这个公司如果不是我在把关，以你的语文水平，游泳老师教的，你觉得那些难搞定的客户你可以应付得了吗？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虽然我没有看过剧本，但我相信精品的文化素养确实为零。好吧，那执手表决吧。怎么样？到底怎么样？自求多福吧。
管理思思。管理思思。好吧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我无话可说。我听从你们的意见，跟随你们的安排。中华好员工，时间就是金钱。你给公司节省了不少钱，好吧？各位举手表决吧。不是你们两个怎么两个人都举手啊？你有没有说不能同时举两个人？那倒也是啊，老板啊，你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既然我们两个都已经通过了考验，咱们是一个整体，可是你又非得扣工资，那不如这样，我们举手表决，看看谁是最不受欢迎的人，如何？这个提议好，我赞同。好吧。这种事情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既然我和李思思已经全票通过了，那么就剩你们三个了。第一个，景墨。好，第二个，盼盼。第三个。合着你们合着伙挤兑我是吧？挖着陷阱让我跳。嗯，你这一跳啊，没有办法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。你也看到了，我其实是想帮你。团结就是力量。哎，不对呀，我才是老板呢。好啊，团结好啊，太好了，工资照发。不过呢，把你们三个人的工资分为四个人发，还能省一个月假期，多好啊！团结好，团结好，团结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。